长了个白念珠，为什么啊？好几根卵围，我就那样的板腱。板腱不？板腱。啊，板腱真准。Hello， 来哈，今天去那个沟石转一下去，还有没有那个河水沟？那个现在一天都没干沟石了，转去了。有没有那种东亚之类的？看在武术上，走，大家转一下去。没人呢，人太少了。就有一窝阿拉斯加，六只。一窝阿拉斯加。这回绝了，直接大一面玩了，要，但没大一面，一直也没大。怎么样？这家伙，不好。这咋打的？这压过来了。压狗，什么压狗？这个母，这个锅，大锅啥的。你把我不如养那个，他们把我那个还剩哪点了？一只一面那没大，取不中啊？也没取中啊？扔掉了。哎，我这拍了，我这拍了，拍了。这是阿拉斯加。我这个都是比较娱乐轰炸，买啥都有，牛、猪、鸽子、鸡、鸭蛋都有。小鸟，这叫啥鸟啊？这叫啥？啥呀？珍珠。珍珠。小金毛牛。这一会儿下了八个，两个，两个。你这多少天了，哥？啊？多少天了？我打的俩月，都是。昨天我在那个屋，大木啥活？
超鬼了。陆陆续续在上来啊。转了两圈能发现有个黑浪，还有那个阿拉斯加，别的倒没啥客户。本来看上那窝阿拉斯加了，这种价格没谈好，没谈中，看崩了，叫别人给咬了，遗憾呐，有点遗憾。行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也希望你给点关注，我们下次见，再见。